键它不是会转转转转转出去。嗯，然后之后再同时左右键就好了。然后按往前加右键，就是转出去了。知道我们当时四个双刀直接真的是龙各个秒掉哦。Yeah, 然后转出去嘛，转出去之后你左右键同时按，他就一直在那边原地哒哒哒哒哒一直切一直切一直切。好，我来玩看看。不知道什么接技哦，左左右还是右右左？三个左一个右啊。等到先习惯那个啦，习惯这个之后再加。啊，我记得是砍到两只手往后的时候，按右键。按一下右键。然后再可以继续左键继续点一样到同一个动作的时候，再按一下右键，就是无限鬼人了。对啊，嗯，就算你体力你归零了，你还是维持在鬼人状态，可以一直打。法术还没有准备好，好像挺牛的。嗯，很牛啊！我现在到底要去哪？我也是蛮茫然的啦。哦，我有绿色光在这兒、欸，我来砍看看，等一下砍看看。我昨天要讲哦，他路痴到什么地步？他看 Google 导航也会迷路。我解释一下，导虫明明就是往前直直走，他硬要切水果，走上面切过去，但他切不过去。然后他导航明明就往前面有说前方路口左转之类，他完全没有哦，他就自己自动左转。他需要一个会骂人的 Google， 你为什么不左转？我昨天就是骂他，我骂他还说你真的会觉得我凶吗？没有啦，不会啦，不会。昨天就放一百公尺，已经半夜快三点了吧？啊，对，就他打烧鸟打到我快气笑的时候，他就完全没有，你干嘛左转啊？哦，他说烧鸟跑太快了哈。我说你在拿弓啊，你拿弓一定射不到啊。而且他拿弓会一直往地上打地瓜哎、欸。为什么、啊？地瓜？你现在拿弓，然后我等一下去看你的直播。我现在拿双刀。好，我等一下去拿弓。嗯，你怎么又往回走了？不是啊，梦梦，你不是说这款你就是觉得没什么兴趣吗？就没有到你的胃口啦。嗯，就不用勉强了，没关系。嗯，可以等到冬天再来试试看。但它真的很好玩，可以来玩哦。对啊，就像很多人不懂日麻，可是就你们懂啊。日麻我也不会打。不知道，不会打麻将。那其实比较像另外一种桌游啊。哦，山中小物我很会打啦。哦，这个鱼在干嘛？这个鱼在干嘛？哇！啊哎！威逼啊！看来要打鲤鱼龙喽。看来是鲤鱼龙、啊。他有没有说那个龙？麒麟。鲤鱼龙。这个法术还在准备中。不过有。Google 有 AR 功能，不行啊，他就是直接切水果的路，那个啊，还是会迷路啊。对啊，他是看着导航自作主张要转向的那种人哎、欸。啊，说到这个，那个谁白猪也很强哎、欸，看 Google 也是看到那个。那天我们不是就是那个买完桌游要回做那个工作那个你们家的时候，他看着导航看到迷路哎、欸。我绕一圈，所以我们知道不是钥匙先给我们吗？嗯，那、啊、结果又发现我们玩很多才到。哦，我一开始说你赶快出去，你就跟着他们的车就好了。哦，对耶，这样子就一开到桌游前面的时候，发现你们已经走了，已经走了。啊，超好笑的，完了。不吃好还是被传染的关系啊？这是究竟是酱油传给猪呢，还是猪传给酱油？又是我，病毒好强哦！对啊，强攻。那你们小心点哦，你们所有人都会变路痴。不会耶，不会，有抗体。我进剧情啦！哦，好了，准备出发。好了，准备那就梦梦过来啊，说有人陪得玩，他就会玩啊，来啊，来啊，来啊，玩玩玩！我看呐，强攻。你现在来了，有两个新手哦。对，两个新手配两个老手，一个新手配两个老手，刚好的组合。然后两个老手跑去猎其他的龙，跑去打跟其他龙打架。我在想啊，这种魔猎人可不可以把它弄设计成是像打副本那样子？就是可能说中间还有人负责补血，然后有人负责输出，就是那个啊，贝西模式啊，贝西模式啊，贝西啊，对啊。哦、是啊、哦，就是真的要有配的好，没配好就会爆。
哦，不要咬我，臭八怪！就是要嘛你奶妈是全奶，然后痰是全痰，输出就输出嘛，或者是你的奶妈是可以半痰半半输出半补的那一种。怎么？哎，进去了。哦，无极，电脑坏掉了，好哦。出发！我要拿锤锤，有没有玩过锤锤？我要找其他的龙玩了。好，跟你讲，会迷路就是因为太少玩那个 Pokemon Go， 多玩一些你就不会迷路了。所以现在在工商的意思吗？哎、欸，不是，我每次看导航第一件事情就是在想说，干到底是哪一边，然后转半天。你就手机转一转，就大概知道它投向哪边了。没有哎、欸，那个 iPhone 会啦，可是好像 Android 就很长，就是明明是转向那一边，但是你。地图就是相反的，我是啊，我是 iPhone 啊，你是 iPhone， 哎，只是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是转甩一甩，甩一甩，它就是会跟着我一起甩。啊，那你的陀螺仪坏掉了？哦，也许啦，因为那一把折底也只能折35块钱。啊？他说如果我的手机有可能可以折底啦，就是、打我的东西太多了吧？怎么五六只啊？他说什么最多可以折抵可能800块钱，然后看我的、看我的那个手机价值多少，然后去测剩下35块钱的折抵价钱，很可怜、体速在哪里？我体速猪吗？在找体速护士，多一个新的啊。对啊，我在找啊。有了，旁边的鱼都被你打掉了啊！泥巴啊！啊，泥巴啊！啊，你太细啦！真的好难啊！哦、哪会啊？啊，等一下给你特训，一对一，掰弯哦，把你掰弯哦，把你掰弯哦。是我太菜了吗？我现在是在捡这个赚钱。有啊，我的烤肉还没吃，干嘛、啊？怎么了？没事，来玩玩看 Go，没玩过。哎呦，有新的粉丝群哦，赞哦，赞哦！新的粉丝群，你又在管理员不在，你是不是欠关注啊？嗯，水呗，可是水我喝完我就死了，没吃饭啊。错，我会游泳呢。错，所以你们在打石火吗？我在打石火啊。好，过去。你想要保命又会打的，你就学冲枪啊，长枪啦。片手剑也不错啊。我只要玩片手剑啊，片手剑明明就比那个太刀好操作，他说哦，片手剑好难操作。你什么都难，你又回去玩弓了。可是片手剑比较没有人权就是了，就是很容易被其他的。我跟他讲啊，我说我当时超讨厌玩太刀，他说为什么？就杰克那边互砍，那砍我砍到我快不爽完了。然后最后一下，片手吧，最后一下、欸，这个是什么呀？我玩片手的时候啊，你玩太刀啊。哦。他在干嘛？他在滚泥巴。嘿，啊，你跑去玩弓，弓刀不拿了。等一下、再让我尝试一下好吗？你就是达人怎么来的？就是执着于一件事情。我执着于弓啊。那就跟你讲，前面不要玩弓啊！你弓输出这么低。可是你就喜欢挖地瓜，再挖。我没有挖。不代表是一定是远程的，他一定要近距离才攻击的弓。中距离哦，不是远程哦。而且我跟他讲说，你中间的圈圈要变成橘色才能射，才能射到魔物。有后面有发现。他那边很灰的时候就给我射，我说你在转他灰呀、啊。阿旺叫我换超虫棍哎、欸，换啊！超虫也是一个还不错的、啊，可是你就是我今天有看姆可玩很帅。你要常常切到扛错键哦。哎、欸，其实我真的按不太到扛错哎，你们怎么？就跟你讲了啊。不是人家超虫棍玩得起来，那是因为对。角色技能熟练啊，你是看人家帅就玩，那、你有没有看哈基的画面？哈基也很帅啊。哈基不帅啊。干、啊！哇哇！
好啦，三猫了啦，轰出去！我要直接跳 game 了，我要直接跳 game 了。买啦！不玩了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，不玩了。要变紫色才能射。昨天晚上不是教你超筒棍，你至少要集到三样东西，你才会打得快，飞得高。对啊，前面可能收那个收半天就打到半血了、欸。画面转不过去，哎、欸，那个龙，那个龙的射击到底可不可以取消掉啊？你说枪之意思哦，攻的吗？对啊，好像不行吧？不可以。你的打边呐、啊？哈？哦，龙剑士。你可以再吼没关系。哎、欸，来剪尾巴哦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的 Kiki 条会突然变蓝绿色的啊？蓝色的。因为你有没有看到你上面的名字旁边有一个水滴符号？水滴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重状态，就是你的回复会比较慢。哦，哎、欸，我要死，我要死，我一直在看，我一直在看，看到要死了。喝个水。哎、欸，关我屁事啊！他也没显示这个状态要多久，他都不会显示啊，烤肉台啊，没有，我在吃烤肉，没有烤肉台。哎呦！哎、欸，怎么回事？三小，有龙之乱路是不是？刚刚龙之乱路，屠杀龙争夺地盘。刚被咬死屠杀龙回来了，强势回归。哎、欸，这屠杀龙好小只哦、喔，小金吗？不知道哎、欸，看起来小小只的，好小只的屠杀龙。哇！趁机射他屁股，戳死你！哇，死了！五杀龙交给我。要不要来捡吃火龙的东西啊？他们现在在干嘛？他们现在在干嘛？他们在叫嚣，我在打脚趾。那个酱油，你要不要先来我们这边拿吃火龙？八号。那他们怎么办？不用理他、啊，他是不是在倒啊？因为物品会消失啊。嗯，好吧。我看一下八号在哪。哎呦，比较偏上面这边，右上角。非常的远呢。现在拿吧，因为吃火的东西，前期如果你做出装备的话，还蛮好的。来了来了。我有走对吗？帮我看一下。你就标记吃火龙，就是标记。哎，就点他的尸体按那个啊，记啊。嗯。找吗？是沙漠哦，吃火龙、欸、这个。靠！跑屁啊！等一下，我晕血，总共要捡十八。研究出新招了。研究出什么新招？我刚才发现锤子可以一直转转转，是不是？可以啊，滑坡啊，所以我才喜欢玩锤子啊。嗯，就你按着左键之后就是找斜坡，所以那时候跟你打的时候不是说靠这边靠这边，我需要靠这边。嗯，对、啊，就靠有阶梯的地方，阶梯或是滑坡。阶梯的话那个要再练啊，因为我可以一直在空中飞，然后就很容易起程了。哦，你在空中转转转，那个也会增加起程值哦。所以你一轮转下可以叠七次，最高七次到九次，所以很容易就骑乘上去了。来了，好远啊！快到，你快到，你快到，走上来，走上来。I club。那尾巴还在吗？好像已经消失了，是不是？他人也消失了。尾巴比较远，应该消失了。人消失了，
得真的看起来好好玩。魔兽世界吗？现在共存，我觉得你来玩会比较累，因为这等于是很早以前的版本，很没有人性化。就是你多打一只，一次等打一只怪，打两只你就爆了。嗯嗯，好玩魔兽，这是十几年前的模式，就这么困难了。然后一堆人有了马了，有了马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快叫他！哎、啊，哥，你是我冲他小，救你救你！等一下，我爬不起来，别射了。遥远的距离，这些土沙龙真的比较小吧？嗯，这打土沙龙小一点点，对啊。哟，大家讨论自己会不会迷路吗？死了。哎、欸，土沙龙死了。哦，酱油回来，屠杀龙啊！屠杀龙在哪？打到一半也被救过来。这里回来，瀑布上面，啊、往回转瀑布上面。瀑布，这里。哇，弓好像对我来说，我也不会接技，玩不太起来。哎、欸，妈、欸，不要啊！我差点，这里差点什么？我差点打仙人掌。